不知道你是否在生活中没有发现那些人，虽然乍一看并不很令人震惊，但长时间反过来，越漂亮越好。在娱乐行业，还有一些明星关心，比如焦俊艳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在生活中没有发现那些人，虽然乍一看并不很令人震惊，但长时间反过来，越漂亮越好。在娱乐行业，还有一些明星关心，比如焦俊艳就是其中之一。说起焦俊艳，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脸时并不感到很惊讶，但是人们看到她很舒服，久而久之，她发现自己五雷微妙的特征越来越美，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氛围，人们喜欢她。提起陈玉琪，让人想到的第一个是灿烂的那位活泼可爱的公主，现在她也在锦绣未央中，她也参与了刘英的角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她不是太震惊，而是美丽，特别是那些大眼睛，仿佛她能说话，触动你的心。同时，她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，使人无法再多看几眼。看到李沁的脸，看到她，她觉得女孩的脸是清澈干净的，有一种微风的感觉。虽然第一眼并不令人惊讶，但久而久之，却觉得她越来越好。眼睛的纯洁，仿佛她会净化你的心。再加上她的低调和勤奋的个性，人们很难感觉到喜欢与否。关于汤唯，许多人的女神，虽然她的五官并不是那么立体，但她很特别，尤其是那些神奇的眼睛，一眼就让人掉下来。然而，她的脸并不油腻，也不会被称为女神。在佟丽娅，有一种克制的美，精巧的面容和辨别力，让人很喜欢看。而她的性格也属于很温柔，一目了然的感觉，是一位贤惠贤惠的妻子和母亲，很受欢迎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即使你这样看着她，你也会满意的。说起张雪迎，可以说在童星出身的明星中，她的力量也很高，所扮演的角色很容易打动人们的心。她那优美的面部特征和独特的气质让她非常着迷，人们无法忘记，所以她也是最漂亮的女演员之一。自然女神江疏影虽然看起来不错，却很难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。她的美丽需要被仔细的欣赏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会发现她真的越来越好，她不会厌倦的。因为包着脸，赵丽颖的感觉很可爱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她的脸部特征并不那么突出，只是很漂亮，有一种独特的美感，越漂亮越多人喜欢，所以她也是最漂亮的女演员之一。关于刘诗诗，我们应该互相熟悉，